你测完那个尺寸的时候，你再来指指发动尺寸，这个时候指指。那个什么选那个线的时候，你可以再弄那种填充线。呀，不行，10%了。要不先关了这个行吗？不是这个烟火啊，您先这样弄吧。不应该90%，应该4%，你再退回去的，你减90%，反正减。这应该是40%。你就是赶上赶上，你改一下，显示改一下，给你解释一下。行，你要改成，行，这样行，行，是这样。
这打图像，图像你很有很有色彩，我不用设吧。嗯，行。这个你是把这个字儿往线加红了是吧？挺快。先下面加一个 SPD 的，不是，你这样什么让他知道技能训练号前面也能加字体这个功能。
这有急事，我们在这喝点茶，放。嗯。直接打了我。嗯，打吧。那我打一个点儿。三十二，找三十二。行，下面那个什么？啊 ，mute。说好了吗？嗯，你不设一下直径吗？你剪一下，帅不帅？你先让你选一下啊，你就举一下这个，看一下。嗯，可以。嗯，玩儿，嗯，行，好。